惊世，会啊，大灾之后，应该爱有敬世，会啊，觉悟。我们要爱世界呀、这个世界呢，和平呐、我们的人生才有福啊。所以咱大家人爱提高境界。2001年呐，9月11号那一天早上呢，就是那飞机去撞双子星大楼，还有呢，台湾呐，也是这一年的，在桃枝台风还有那莉台风啊，这两个台风前后呢。对了，台湾也是造成了很大的灾难，所以啊，前前后后全球的灾难真多啊。9月11号的透早吼。在8:46，一架飞机呢是撞上了世贸大楼，是双子星的大楼。那在经过了几分钟呢，就是9:03，另外又一架又撞上了，警示大灾难呐、就在那一刻。开始喽！啊，当地的慈济人呐、也很紧急哦，也是同样的，在那样的大家兵荒马乱呐、人人很惶恐啊，在那个时刻里，慈济人跟弘时智慧救世亲呐。也都投入走救灾安抚人心的事情。这种的时机哈、要关心整个社会，美国的整个社会。当天晚上啊，我真的好心痛啊！一直到9/12，就是早晨的早会啊。就开始呢，跟全球慈济人呐、希望大家在这样的惊世大灾难的时刻，我们人人应该要有警示的觉悟啊！希望人人用最虔诚的心啊，来祈祷。因为无不都是众生共业啊，所以我们就有爱洒人间的专案提出，还记得吗？在1013这一天呐、全球同步哦。在这样的10月13日，就是一人一善，就是谐音啦、所以我们开始启动美国他们是以早上的那个时候是台湾的晚上7点，那么在。这个纽泽西那一边的自由女神公园呢，也集中来了当地的民众啊，还有呢受灾难的家属等等，都集中在那个
自由女神公园里的来做一个祈祷。那一天呢、啊，我人是在大连，那么师公是在金色。那么这一天的早晨，师公呢就带领了金色的修行者，还有我们自公菩萨们，在一大早呢开始启动。他从那一刻开始呢，慈济人全省呢就去呼唤的，呼唤人人呐、啊，就是要启发这一份爱心，每一个人开始。我们也请所有的教堂啊，不管什么宗教，都期待同样的这个时候，分布在每一个地方，大家呢都一起。谢谢师姐啦，得到这个啊，好好的顺。我们美国委员打电话回来说，在人间菩提呢有英文，他说有外国人，有我们的慈济人，他句句在看这个人间菩提。他说最近嘛、啊，美国人心呢很愤慨，他们就是一直喊着要报复，那都要支持呢。90%的人的支持要战争，要报复，所以他们看到了人间菩提的时候，外国人呢，他们看了也流眼泪。他们说：“我们怎么过去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话，用爱呢来抚平仇恨。”他柔软心了、啊。他知道呢，要善解包容，那么要知止感恩，要怎么样呢？去合心合气，互爱协力。当初他们在文宣的时候，我说复位，几位年轻人就跟我说：“师父，可能不是这个呼嘛，这个字错了。”我说没有错哎。他说应该是抚慰抚周。我说不是，是抚皮肤的抚。因为呢，这种抚慰啊，就是五七夫妻的，这就是我平常说的。伤在他的身体，痛在我的心里呀、啊。那这就是我们呢，有同体大悲。看多少人受尽了苦难，看委员菩萨们，你们不是去拥抱着他？当他非常痛苦没有办法发泄的时候，你们的肩膀不是他们的靠山吗？他看到了你们，往往他会靠在你们的肩膀哭啊，发泄。你们不就是拥抱着他该大大的吗？对，佛陀就是这样啊，因为要来抚慰这个被创伤的地球，他不忍心啊，地球上的人类业障受尽了苦难，所以他来抚慰人间。但是各位，那一尊佛是不是离我们很遥远呢？不，跟你同在。这一片大地在哪里？
是在自己的心，谁能来抚慰你自己？这就是佛教所说的自性三宝，我们自己也是佛之一啊。你心地清净，你现在就是佛；你心地善良有爱，你就是佛啊。各位，自己的心要先做个大忏悔，累生累一这种的业力的尽。所以咱这当中要去消除咱这个痴无明烦恼的业，唯有家己啦。我们来呼吁每一个人自我做一个大忏悔，然后呢就是要虔诚祈祷，然后呢普天三无，这不是推动，是要运动。完爹吗？您娘哥刚好爹，我没跟你讲。高雄正基寺啊，开始呢，他启动了哈、哦，慈济人大家呢，合作起来哟、哦，那走入了巷道，挨家挨户按门铃呐、啊，去送。慈济月刊却送静思语好话一句啊，还要去提倡人人看大爱，不要呢看那么多的、哦、令人心啊不能平静的社会、哦啊、动荡不安的画面啊。就这样呢，我们的全省的北部中部啊都请这一位正基士呢去改微玩哦，做心得分享啊。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们就已经呢把爱洒人间呢、啊、按门铃啊就开始呢推动了哦。佛经内底拢讲戒，戒的意思呢，就是时间的意思，而且呢是长时间。佛陀当初呢就甲咱讲，未来世界啊，的这个时间啊，已经渐渐进入坏戒的时代。坏就是世间地球山河大地等等呢，就是不断受破坏。唔只是干那天灾，也阁有人祸。九一一的那一天，当我看到了电视的画面，你怎样用考古的杠杆无法形容那种心到底是空洞或者是沉重，我不知道。不亚于九二一，因为九二一那个时候我们慈济人很快就可以投入了灾区，我们很自由的可以去做我们想要做的，去抢救生命，去付出了这份的爱，去拥抱了那一些创伤的心灵，我们可以伸出两只手去呼呼它。但是在美国那么远，我看不到，我呼唤不到。那一天晚上电话都是打不通，
听不到那一边的消息，但是呢，在电视上所看到的是惊心动魄，这实在是很难熬的一夜啊。咱在这九十一的时阵，全球的慈济人动起来，美国呢，他们捧了爱心箱在街头巷尾贴劝募，不只是华人却捐呢，白人、黑人各种的人种都有。我们台湾那个时候也在吗？不就是全世界大家都是很注目，也很关心，也来帮忙吗？何况美国在这栋大楼里面上班的，因有北部爱情，有母子爱情，这一次这样下来，想一想，我们能不动心吗？我们能不行动吗？所以在人间菩提，我呼吁全球世界爱心要动起来，希望能扶贫人心，新世纪的第一年就发生了天灾啊、人祸啊等等呢，真的实在是很令人心疼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虔诚祈祷？我们要怎么样来呼吁呢？人心呐、啊，要平和，要怎么样大家呢能互爱起来，关怀世界。他们不认地球收回，从一年到五年这中间哦，安尼传遍了全省哦，这都是呢在爱洒人间哦，那安抚人心呐、啊、哦，那还有呢，2004年呢、啊，慈济人呢就开始啊推动了、啊。净施以大爱一条街，好话一条街，开始了啦。除了台湾之外，哈，那还有澳洲啊、墨尔本、美国啊，还有南非啊，还有加拿大，还有马来西亚，还有呢，中国哈，啊，苏州一带哈，那还有菲律宾，美国呢，那在旧金山。华人街啦，都是用中文呢去张贴哦。白人的商店啊，那我们用英文去张贴，还要呢借机会啊去解说净施语的好话哈、哦，来洗涤人人的心灵。好、哦，每一家商店呢都很欢迎啊，很欢喜呀、啊、哈、哦。菲律宾呢，他不只是在商店，他们呢。还要为计程车，他说啊，因为菲律宾哈、哦、都是天气太热，也是交通很拥挤，所以啊，司机啊停在迄个所在哈，啊天气过热、啊，天气热啊，又是塞车啊，有的时候呢，司机先生啊会发脾气呀、啊、哈，就容易出事故哦哈，所以啊，他们就是在街道呢去。街仔路的车吼，去宣导吼，去贴哦吼。我们要互爱，把这种好人生的心啊，要带进去，让人人知道平常要虔诚，要让大家知道，帮助别人的人就是有福，有了互爱互助呢。这样的人生啊，才真是亮丽的人生。同样，天盖之下，地在之上啊，天地不都是一家亲吗？一方有灾难啊，十方来驰援，大家人拢来给支援，这叫做互助。不论在远或是近啊。很远的地方，我们能去帮助他，以路远阿兰的
缘结如缘哈，那这份的福如宽，所以说一滴水啊，滴进了大海中啊，这就是讲哦，结跨的缘呐，最后在咱的麦离咱相近呐哈，所以啊，我们应该的希望祈祷天下无灾难。我会记得到九一一的前，不知道一天啊两天，我才说在人间菩提也提起，我说众生供养，我说少数人的仙呢力不够，需要的就是全球的人净化人心，善业互动，才有法度呢，恶业才会转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咱爱感幽静，唔通干那静深了点，爱感悟，真正爱感悟嘛。有惊世的大灾难，咱都爱有警世的体悟。大家人爱赶紧提起清醒。师父为大家人开一句的福莲，请大家人爱用心做一个心地的农夫，好好向家己的自性心地来经营。师父是乎恁的精进，所以恁爱自经营恁的心地。那一旦安尼啦，修养自己，咱就会当好去带动他。理性负责，爱心更好。所以，咱将来要通理大众呢，就一切无碍。师父立志呢，是伫娑婆世界度尽众生。我唔敢要去个地界，我要到娑婆世界吼。啊，伫个娑婆世界呢，来净化人心啊。那么，地藏菩萨呢？咱对地界门甲爬起来吼，那么伊才度会完啦。所以咱爱合作，甲地藏菩萨合作吼，咱卖互众生作业，伊就袂走落去地界。那么地藏菩萨呢，就早日会当好度尽众生。安尼呢，这世界都是净土，三途苦难都会当好消脱。